回来啦！啊哦，妈妈睡着了，她一定是太累了，我不能打扰到她，我要下楼啦。妈妈的衣服脏了，我要帮妈妈洗衣服，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面，然后盖住洗衣机的盖子，让它自己在那儿转转转，一会儿衣服就干净啦。今天我做晚饭，我炒了一个鸡蛋，做了一个牛排，炒了一个生菜，还有妈妈喜欢喝的罗宋汤。一会儿妈妈醒了就可以吃饭啦。家里的地板也脏了，我用吸尘器拖拖地吧。打开开关，好啦，干净啦，关掉开关。哇，佩奇你回来啦，妈妈下楼。哇，家里好整齐哦，你还做饭了哦。妈妈的衣服也洗干净了，这都是你干的吗？对呀，妈妈，你平时都太辛苦了，我想帮你分担家务。哦，宝贝儿，谢谢你，妈妈爱你，我也爱妈妈。